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五课，就是 Lesson Fifteen Fifty p o n d s Worth of Trouble，五十遍式的麻烦。这为什么有人会花钱去买麻烦呢？咱们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当然看课文之前，按照惯例，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首先打开书到第七十页，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seventy，七十页。动作快些啊！我们把这个书生词短语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Now read a s k me. Appreciate, appreciate. 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Rattle, rattle. Thrifty，这个词注意出现了 t 是这个拼写，舌尖儿要吐出来一点儿，在牙齿之间吐出那么半厘米就行，不能吐的太多。Thrifty 下边人一跳成蛇了啊！ 吐出那么半厘米，往回一收，就舌尖跟上牙轻轻蹭一下，体会这个动作。Thrifty, thrifty，哎，这个感觉啊，再往后走。Nephew, nephew, bounce, bounce, pavement, pavement, stick, stick, brigade, brigade。 Greece, Greece，好，这是这个书生词和短语。下面把这个书的比较重点的词汇，咱们先看一看。第一个，咱们就看一个，不但是书面语，而且口语中都特别重要的，欣赏或者表示感激、感谢。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appreciate, appreciate，欣赏或者表示感激、感谢。这两个意思呢，都是我们生活中重要、呃重要的常见意思啊。第一个，我们先看一看表示欣赏。 这个含义直接是及物动词加宾语就好了，比如说 appreciate music，我们直接翻译成欣赏音乐。来，appreciate wine，咱们一般中文可以翻译成品酒，哎，其实也是咂么酒的滋味呵，好酒啊，欣赏这个酒呢就品酒。当然这个词也完全可以表示感激或者表示感谢。那么常见搭配呢，我们看有这么几个，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常说，哎呀，我感谢您的帮助。 依然是及物动词，直接加宾语。I appreciate your help。I appreciate your help。这个比 thank you 要来的更加庄重一些。我们在陌生人或者跟厂家谈话或者跟上级在说 I appreciate your help。哎，这个比较庄严一些，比较庄重一些。有的时候呢，稍微简洁一点，也可以把它写成 I a p p r e c i a t e i t I a p p r e c i a t e it 这个比较简洁的这么一个版本。 这个 it 其实就类似于 your help，就您的帮助啊，您给我的好意啊等等等等，我感激感谢啊。这个注意连读，I appreciate it。理论上这个 t 跟后面 it 拼成 tit，对吧？但是第一个字母 t 呢，在这又会浊化成的这个声音，因为前面 a 有后面 a，声带都震动，读快之后中间发的。最后一个字母 t，李老师早就说过，在单词末尾的 t 还有单词末尾的的读快之后就会失去爆破。 所以最后听到是一个的的的这么一个动作，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这句话：read on me，I appreciate it。再来一遍，I appreciate it。你看，appreciate it 最后这么一个声音就是感谢呃，感激感谢您，是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呃，表示感激感谢这个意思也可以啊。呃 那么，但是这个词呢，它有好几个词性，都可以表示感激、感谢。我们先看形容词性，呃，来的更加庄严一些，表示感激、感谢更文雅。我们可以用 be appreciative of 点点点，记住这个形容词，记住后面介词搭配，否则咱们一用会用错。啊，我们再读一下感激的、感谢的这个形容词 appreciative，再来一遍 appreciative，一定记住，我们背的时候干脆把搭配背下来，背成 be appreciative of。 Be appreciative of, be appreciative of，大声读五遍，直接就背起来了，表示感激感谢。那马上就可以用了。I'm、uh, most appreciative of your concern for my health。这个搭配就呃特别的庄严正式，有一点书面语的含呃这这个这个这个含义和味道了。咱们用在感谢信里面用特别贴切啊。但是这个 most，我们知道，如果前面没有定过词 t h 一般不能翻译成最怎么怎么样，而表示成极其或者特别。 如果表示我是天下最感谢您的人，那前面得加 the most，对吧？如果没有那个定语词的，咱们翻译成 extremely 极其特别。我特别特别感激您对我健这个健康的关心。我得了重病，您天天打电话问候，哎，呀，特别感谢，可以这么说。名词形式是复习，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第十四课贵族歹徒中讲过 in。 加 of 构成的那些表示目的的介词短语，大家还记得吧？其中有一个以感激叫 in appreciation of，还记得吗？在这儿就可以用了，也是翻译成以感激、以感谢做目的状语。也就是说，appreciate 它的名词形式，我们先大声再读一下 appreciation，appreciation，放在一块连读。注意 in 呢，后面是 n of，u 我们先慢一点来 in appreciation of，in appreciation of，再快点。 an appreciation of an appreciation of 表示以感激、以感谢什么，对吧？同样看一些例子。I sent him a gift an appreciation of his help。我给他寄了一个礼物，以感激他的帮助。这个句子我们在第十五课就见过，今天是复习啊。这是表示感激、感谢这么几个常见搭配。但是感激、感谢呢，生活中因为用的太多了，咱们经常有好多好多的类似的搭配可以跟他同时来记啊。我们看还有哪些可以用来替换的？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些。 这个固定的一些搭配，直接通过例句来记就好了。哎，我们可以用 be thankful 或者 be grateful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因为某事而感谢某人。哎，to 后面呢加人，for 后面加这个事情。如果知道是某人，可以把 to somebody 去掉；如果知道某事儿呢，可以把 for something 去掉。这是可以组合的，像搭积木一样，可以把它拆卸或者把它装上。写全了是这么一个。我们把中心的形容词读一下：感激的、感谢的，thankful。 第一个 t 是读说到后面 f u l 不要读辅是 f o l f o l 后面 l 在作怪哎，我们再来一遍 thankful thankful Thank 好极了，再读后面的次 grateful grateful 太棒了啊！I'm thankful to you for your help，非常感激您对我的帮助。可对，什么来说来、啊，我们再看一个例子，I'm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your advice。这个 obliged 也可以表示感激的，呃，表示感谢的也行。咱们看到第一个 obliged，在第一课中我们讲过，还有个搭配叫 be obliged to do 或者 feel obliged to do，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意思？哎，在第一课中我们翻译成，那么觉得不得不做某事了，类似于 must do 或 have to do。但是如果是 be obliged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在这个搭配里边得翻译成感激感谢。 这个 much 依然是程度副词，表示特别的。那我特别的感激您，哎，给我提出的这些好的建议，对吧？当然，这个 to somebody 可以去掉，for something 都可以去掉，也是可以排列组合的。我们进一步再换词，你看，在这个搭配里面，我们说 I'm deeply indebted to you for your encouragement。又出现了一个叫 be indebted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同样，这个 to somebody 和 for something 这个零部件都可以把它拆掉。我们再读一下中心这个词，叫感激的，慢慢来，indebted。 Indebted，哎、啊，这个词字面意思表示欠债的，在这儿当然是欠的是人情债了。哎、啊，不好意思，欠您的呃这个情，一定得好好的这个这个报答您啊。可以这么说，这个 deeply 就深深的，也是加强语气了。非常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鼓励，哎呀，特别感激呀。注意这几个形容词都可以叫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这个结构，也是感激感谢长期的搭配啊。还有，有的时候我们。 呃，在生活中或者在电影中，常常看到这么一个结构，也是谢谢你这个意思。咱不一定都用 Thank you 了，对吧？我们大声读一下：I owe you。I owe you。字面意思是我欠你，哎，其实就是欠您一个情，下回一定会好好补偿的，就这个意思。或者有时候这么说也行：I owe you one。我欠你一次哦，跟中国的表达类似，这也好记。我们再大声读一下：I owe you one。I owe you one。 哎，我欠您一次，表示以后一定得好好的，这个报答您，哎，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这个谢谢您呢，这个表达呢，一般不用在陌生人之间，因为在陌生人之间呢，就太这个这个这个虚伪了，对吧？你马路上别人帮了你忙，以后都没有机会见面，你欠他你多少还呢，对吧？所以一般用的朋友啊、同学啊、同事之间啊，在外国同事帮忙，I owe you one，我欠你一次，以后你看一定有什么事求我一定。 要尽力帮忙，这么一个意思呢。有的时候语气重些，也可以这么说：I owe you a lot。我欠你很多，欠你一个，呃，这个这个很多很多的账，人情账一定要好好好好报答你。我们大声再读一下：I owe you a lot。I owe you a lot。就类似咱们说 Thanks a lot，非常感激这个意思。还有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I owe you a big favor。就我欠您一个大人情，类似表达也类似。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I owe you a big favor. I owe you a big favor. 哎，表示我欠你一个大人情哦，以后一定得好好这个这个，这个、日后一定会报答您的。这是 appreciate 相关的，表示欣赏，还表示感激、感谢相关的一些表达，特别重要，咱们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就好了。这个重点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好，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咱们来看看底下这个。 表示零用钱、零花钱这个词汇，我们跟老师大声先读一下，慢慢来，这个不好读啊。Pocket money，pocket money。大家首先注意这个 p e o 这个字母 o，在这儿呢，美式里面发啊这个声音，但是 m o n e y 这个 o 呢，发啊倒意思的这呃倒 v 字的这个啊这个声音。老师说过倒 v 字，把字母 v 倒过来应该发啊啊，嘴唇没有动作，是自然放松的啊啊。啊 但前面要张开嘴，没呢，啊啊，所以不是 pocket money，也不是 pocket money，而是 money, pocket money，pocket money。注意这个口型啊，我们在里面 pocket money，pocket money，哎，就放在口袋里的钱，其实就是零用钱或零花钱，一般都是给小孩子的，大多数是一个星期给一次，哎，在周一或者周末的时候给一笔钱，哎，买糖吃，这么个意思。哎 当然，如果是英联邦国家呢，前面这个字母 o 就变成 o，后面 money 发音不变，但前面发出 o，这么读也行。我们在里面 pocket money，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英联邦国家像英国、像澳大利亚都说 o pocket pocket。美国呢觉得 o 费劲，变成 pocket money，确实美英更好读一点。零用钱、零花钱。但咱们注意，这个 pocket money 是表示给小孩子的零花钱。 但是对象不同，用字可能也不同了。我们还有一个零用钱，叫、就、做、是、beer money，这也是零用钱。这是给谁的呢？哎，咱们一看就知道了，这是给老公的零用钱，或者是给男朋友的零花钱。那、呃、这零用钱就是我们钱都不都不分家了。呃，这个月给点零花钱，哎、呃，去买酒喝，啤酒钱，但不一定是买啤酒了。你什么喝买买烟卷、吃烤串都行，就花去吧，去吧。哎，就这么一个。 就是给男人的零用钱叫 beer money，哎，有趣，很有趣，这可以同时记住。那大家推测一下，给女人的零用钱用哪个字？你发现英文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习语，为什么呢？因为钱都在女人那儿，她们不用零用钱啊，所有的钱都在她们那儿，她管账呢吗？哎，这两个词记住就行了。给儿子的、给女儿的，还有给老公的，但是没有给老婆的啊，这个把它记住。下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跟 pocket 相关的一个。 一个搭配叫偷某人的钱，尤其保持掏包这种呃偷偷偷钱的这个动作。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词，那我们慢慢来，pick one's pocket，pick one's pocket，这个表示这个偷某人钱，但这个偷钱一定是表示从口袋里两个手是夹住，嘣、呃、往上面一提，把钱拿走了，叫 pick one's 呃这个 my cup, my pocket、呃。My cup，my pocket 啊，has been picked，我的包被人给掏了，是这么一个。 这个 p i c 可以 pick 这个动作本来表示两个手指夹住往上一提这么一个动作。你看那个采茶的动作叫 pick tea，采茶对吧？采着采呀，采呀，快采茶！两个手指夹住，嘣儿，那么一揪，把这茶叶尖儿给它揪掉。那还像那采棉桃 pick cotton，也是用这个，这是么一个动作？那这掏包嘛，动作类似，所以这是偷某的钱。那么这样的小偷，我们叫扒手，直接我们记住这个词就好了。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Pickpocket, pickpocket is a kind of thief. 这是一种特殊的贼。这个 thief 表示各种贼都行，但是这个 pickpocket 表示这个扒手，专门表示在别人口袋里掏钱的这种贼。这个词是可数的。我们经常说“当心小偷”，“当心用扒手”。Watch out，当心就 watch out。当心什么？后面加个介词 for。Watch out for pickpockets。这次可数的，后面加复数。 Watch out for pickpockets！注意，哎，这附近有扒手，注意有小偷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个习语呢，也是把钱和这个口袋都放在一块叫 “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字面是钱在某人的口袋会烧一个洞。嗯，这是固定搭配的，我们大声读一下这段语：“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 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就是钱在某人的口袋上会烧一个洞。 其实就表示这个人总也存不住钱，花钱如流水啊。我、嗯、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什么呢？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是烧包。哎，这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叫烧包呢？就是钱把那包会烧一个洞，你留不住钱，钱进进进到这个钱包里，嘣烧透了就出去了，留不住钱，叫花钱如流水这么个意思啊、嗯。那么下面我们也看一些例子，看当年一道听力真题，我们看这里边应该选哪一个。 看这真题中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词语了？好，我们先仔细的先听一遍。Number one, have you saved enough to buy that new printer for your computer yet? You know, money seems to be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lately. Maybe next month.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他问这男的什么意思？咱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Number one. Have you saved enough to buy that new printer for your computer yet? You know, money seems to be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lately. Maybe next month. What does the man mean? abcd He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rinter now. 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来买一台 printer 就是打印机啊？为什么选 A？咱们把原文再看一看，看着原文咱们再听一遍。Number one. Have you saved enough to buy that new printer for your computer yet? You know, money seems to be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lately. Maybe next month.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了，你看这又是一个 dialogue，一男一女的对话。第一个女孩就问了。 Have you saved enough to buy that new printer for a computer yet？你有没有存到足够的钱来买为你的这个电脑买来一台新的打印机呢？哎、第二男孩这么说，他没有很直白的说，他用了西语了。You know, money seems to be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lately. Maybe next month.、嗯、你知道、啊、这个钱最近好像啊，在我的口袋上总会烧一个洞。在这儿只不过呢，没有用固定搭配 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而做一个变形，其实意思是不变的。 加了一个 seem to do，对吧？看似好像在我的钱包总会烧个洞。就最近的，我想好好像最近我有点烧包，哎，呃，也许下个月再买吧。那它暗示什么呢？What does that mean？他的意思是是什么呢？很简单，It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rinter now。他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来买一台打印机。你看出现了烧包这个表达，哎、呃，这也是钱跟口袋相关的习语，咱们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就好了啊。 好，这个零用钱相关的一些有趣的用法，我们放到这儿，同时把它记住就好了。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我们来看一看后面这个硬、呃、物碰撞时发出“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大声先跟老师读一下 “rattle”。注意一个第一个自由发这个哎，像梅花一样这个哎，这个声音，这个声音一定要把嘴咧大一下发哎哎哎，我们大声来再来一遍 “rattle rattle”。 这是个模拟声音的，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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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物碰撞时当当作响这个声音啊。但是这个在单词中间读快之后，依然会浊化成的这个声音。我们再大声读快点，rattle，rattle，e 这更像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了。注意这个词做动词、做名词都一呃都一样都可以啊，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表示硬物碰撞发出当当当的声音。 当然，这个词做动词来说，一般就是不及物动词了，直接本身表示当当作响。比如说，the coins rattled in the money box when he shook it。money box 就是咱们常说的存钱罐，这个一会儿在课文中会出现啊。怎么样呢？这些 coins 就硬币了，这个硬币在存钱罐里当当作响，当什么时候？当他摇晃这个存钱罐的时候，对吧？拿起来这种摇，当当当当当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咣当咣当在作响。这 rattle，注意不及物动词，当名词呢就是当当的响声就好了。 这个动词、名词都可以。那跟它类似的好些表示碰撞发出的声音，但声响可能不大一样啊。咱们举一反三，多看几个。这几个单词类似，而且都是既能做动词又能做名词。比如说这个词汇，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做动词时也是不及物的。那我们大声来读一下：tinkle，tinkle。哎，这个词表示硬物碰撞时发出清脆的“叮叮叮”这个声音。那女生嘛，tinkle，tinkle，tinkle。听口听口听口 发出叮叮作响的声音，像这个金属碰撞，当当当，这个声音。还有我们，比如说这个杯子里放在水，里边飘着冰块，叮叮叮，这冰块跟杯子碰撞的声音，清脆的碰撞声，可以用 tinkle 啊，做动词、名词都行。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I rang the bell and heard a tinkle inside。那么，我们，我我我怎么呢？摁响了这个铃儿。 The ring the bell 表示弄响这个铃，哎，然后听到里面发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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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或叮叮叮这个声音，清脆的撞击声叫做这个听口。就像我们以前一个大大圆铁球里边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撞针，我们摁电钮，叮叮叮叮叮，这个声音，叮叮叮的声音，啊，老式闹表的声音也是这个声音，这是动词、名词都可以啊。同样，我们再看一个做名词的用法，还是用它拼写搭配都一样啊。 叫 the the tinkle of glass i n china，这个 china 小写不可能是中国了，小写呢是表示瓷器的意思，对吧？就是这个玻璃跟瓷器碰撞时发出叮叮叮叮,叮这个声音清脆的碰撞声，叫做我们再读一下 tinkle，哎，做动词、名词都可以，跟那个 rattle 咣当当、咣当当的声音可以同时记住啊。那么还有我们举一反三，再看几个，还有一个叫硬物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 clatter，也是一样，动词、名词都可以。我们大声来一遍，clatter，clatter，同样的，读快之后也会浊化。我们再读快一点，clatter，clatter，把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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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声音一般是硬物落地时发出的声音，就是像马蹄呀。 或者打字机落下这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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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奔马的声音就是这么一个声音来，或者是打字机的声音，啪啦啪啦啪啦，硬物落地时发出的咣啷咣咣啷咣，这碰撞声。同样，其实动词就是名词，咱看个简单例子，the clatter of hoofs 就是马蹄声，哒哒哒哒哒这个马蹄声，马蹄呢，h o o f hoof 是马的蹄子，复数把 f 去掉之后变成 ves 就好了。这个是表示硬物落地时发出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可以用它啊。 好，我们下面再看，还有硬物碰撞声。这个一般表示大钟的声音，表示那些红钟大吕、咣咣这种声音。你听这口型就大了，我们大声来一遍：chime，chime Ch。哎，咱们一般指大钟的声音，用它更好一些。那比如说，你看，the church bells chimed in the square，这个教堂的那些大钟在广场上发出咣咣咣。 这个声音，呃，教堂的钟叫 church bell，那么 square 是广场了，发出咣咣咣，呃，震耳欲聋的这个巨大的声音。我们再来读一下 chime，同样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最后一个声音更大一点，你猛力的关门关窗，咣，这么一声巨响。这个我们一看是老朋友了，在第十三课的生词中咱们就见过这两个词，同时意思一样，而且都是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我们再大声再读一下 slam。 slam，第二个词发音，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不要读 bang，对不对？再来一遍，bang，bang，前面字母也要呃咧嘴发哎，最后拱舌跟 ang 啊，bang 这个声音，做动词、名词都行啊。你看，比如说做动词，don't slam the door，或者 don't bang the door，不要咣当咣当去摔这个门，可以这么说。当名词也行，the door shut with a slam，或者 door shut with a bang。 这个门咣当一声，门就关上了。这几个表示硬物碰撞发出的声音，咱们总结到一块儿，我们一块儿记，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好，这个呃硬物碰撞时发出当当的声音，这个呃 rattle 这个重点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